本命下午就是献给那个，就是我一些朋友啊，就是失业。我有工作。秃头，秃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很惨的。他之前啊，就是在卖电脑，可是失业已经一年多，快两年。啊，前几个星期在路边，又老健保。他前几个星期在那个路边记，哎，那叫车流量。塞车啊，对吧？好惨啊！没事嘛。好，这首歌叫《毁灭的下午》。